叶泽宏送走了家眷，他现在朝东门去了。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马先生，何林，裴昌会和李振轻车减速，一早从驻地出发，向成都方向来了。你派人留意一下。是，马先生，叶泽宏把家眷送走，一早去了东门。 这两天，裴李二人与叶雨飞频繁的接触，卑职担心叶泽宏去东门与裴李二人见面。派人去东门，不，你亲自去。是。盯着叶雨飞跟李红蓉。 待命。是。都准备好了。是裴昌会和李振，准备。 楼上的雅间已经被我们包了，樊老通报同野在红，就说保安厅厅长叶泽红求见。叶长官，对不起，两位司令长官今日有要务，不便见客。听说裴司令家有一对家传玉麒麟，能否一见？早已遗失，我这儿有一对玉烟嘴。
可供把玩。您是？我与叶将军已等候多时了。里面请。两位请。啊，两位长官，他们来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听说二位故友在这里喝茶，特意前来拜访。哈，哎，这位是？哦，我是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代表。哈哈哈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上茶。是。小二，把开水拿上来。哎，来了。给我，哎，好。站长，叶总好像在策反。你不准离开机器半步。遇到他们的异端言论，立刻报告。如果发现异常，立刻携带录音带，马上撤退。听明白了？明白。总部，请接荣战行动队。你不知道敲门吗？给我出去！叶副站长，有国民党高级将领与共党在东门外的悦来茶楼见面，站长命你带人去抓捕。在哪儿？悦来茶楼。通知下去，准备出发。是。国军高级将领与共党在东门外悦来茶社见面，站长命令我们前去抓捕。吕副站长率一组留守，其余各组马上登车。听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吕副站长，还有什么？马队长，你呢？报告叶副站长，没有。出发！出发！一切就拜托你了，同僚之间不必客气。哦，马先生，我们奉命。情况我都知道了，出发吧。是。剩下的人，解散。是。解散。第二，你收拾收拾东西，到乡下住几天。我忙过这阵子，就来找你。东哥，那你干啥？啥也不干。你去乡下，枪放这不安全。那好，我带枪去乡下。你傻不傻？你拿着枪能出城吗？把枪给我。你把枪给我。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？我要去干大事，没时间照顾你啊。东哥，你去干你的大事，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在这等你。
我要是出了事儿，特务马上就来抓你，知道吗？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不活了。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混账话呢？你在这个乱世，你让我一个人咋活？我不想再掉进火坑里。玉儿，咱这样好不好？你先把枪给我好吗？你先把枪给我，你拿着干什么呀？玉儿，你干什么？你过来，把枪放下。东哥，你去干你的大事，我不拖累你，我在下面等。看什么看？放开我！我舍不得你，我答应你，一定活着回来见你。你发誓？我发誓，我一定活着回来见你。赵小璐去东门御外插手，救了美和公堂，快！张副官，跟了我这么久，辛苦了。来，拿着拿着。别动！二位仁兄，今天就谈到这儿吧。荣战的特务已经闻着味儿，赶过来了。几个狗特务，能奈我何？站长，站长，他们发现了。聂副站长，走啊！站长已经过去了。
荣战办案，请你们让开。两位司令长官在楼上会客，你办什么案呢？我们接到密报，楼上有共党。你说两位司令长官是共党？我看你是活腻了！别闹！别闹！好的性质就被他们破坏了，啊！让我们下次再向李先生请教。不敢当，我恳请两位将军考虑我的建议，为人民造福，早日加入人民的阵营。好，我一定认真考虑。啊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好，好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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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动！站下！站下！别动！快放下！我再说最后一遍，再不让开，军法从事。你敢！好大的口气啊！我倒要看一看你怎么把他们军法从事。何灵，你太不是个东西！你要想打死我下辈子？几位长官是在上面商量如何通共的。何灵，你也想犯上作乱吗？何站长，看清楚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在说话。几位长官位高权重，我没有证据怎么敢乱讲话？来呀、啊，带几位长官到站里坐坐。是，看哪个敢。何林，我数三个数，让你的人把枪放下，要不然把你就地正法。有何不敢？按战事法令，无故持械威逼长官，可不审就地正法。就算是打死我，你也逃脱不了党国对你的制裁。何站长，真的不撤？一、二、三，把枪放下！住手！何站长，怎么回事？荣战办案，把枪放下。我们的人也把枪放下。你过来。长官好。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宪兵司令部接到举报，称有人在此持械滋事，上峰派我来此查办。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。是。来，把这帮兄弟带到宪兵司令部核查去。是。慢，是他们通共密谋叛变。何站长，朗朗乾坤之下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有证据吗？请出示一下。请派人将二楼三号雅间的开水瓶提下来。长官您看。嗯，是。这只能说明你以下犯上，窃听长官会谈。有窃听器，就证明有录音。只不过现在不便出示。哼，好一个不能出示证据。好了，那我们先回去，等你拿出证据来。马队长，去后院救房，让任科长把证据带过来。是。好的，我马上送过来。
科长，杨科长，你在哪个房间啊？杨科长，着火了！着火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！着火了！慌慌张张什么样子？何站长，你的证据拿来了吗？中尉，走，把这帮犯上作乱的东西带到宪兵队去，严加惩处。何站长，不要为难兄弟，请吧。什么事情到宪兵司令部再说。老大，老二呢？等不及，先回去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到外面看一看。哦，大海哥用肥皂刻了个章，把通行证做好了。哟，刻的还挺像。哼，许东，许东在吗？来了，快，藏起来。那你们两个想投敌叛变？主任明鉴，因早年与叶泽宏有过交往，加之县驻防当地辖区微小，整补困难，诸多事宜依赖地方支持，故此与其见面绝无投敌之心。长官，我认为这是保密局的诬陷。我与共党作战多年，共党早恨我入骨，我怎会自寻死路？那叶泽宏是怎么跟你们说的？叶泽宏说要我们支持总裁的川西会战计划。你们怎么回答的？还未答复就被荣战打断。之前你们是怎么跟我说的？求同存异，共度难关。为部下着想，确保主任的上中层。事实上呢，啊，你们是阳奉阴违。主任明鉴，卑职绝无二心，绝无二心。我奉告二位，如有二心，莫怪我不讲情义。誓死效忠党国，甘为主任马前卒。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谈论的问题。去吧。是，是。机器上写不下来的，我放火烧了。万幸啊，这个河里怎么无孔不入啊？任剑桥和马斌是河林的左膀右臂，这次许东立了大功，不仅帮我们化险为夷，还帮我们除了一害。这算啥？要是能把小妹救出来，哎，孟爹，那我就出去了，你们聊。李先生，不用为我担心，我还不至于那么脆弱。李先生，这次与裴李二人会面，知情的范围很小，何林怎么会知道的？看来我们的内部问题越来越严重了，必须要尽快解决。李飞啊，这完全是一场误会，还望你谅解啊。卑职请求马先生写一纸证明，让我回总裁办公室。卑职无能，无法胜任荣战工作。气话，
您其实比我心里更清楚，即使我给你写了证明，你也回不到总裁办公室去。你说，不管是误会也好，误会也罢，你要是不把脑袋上这顶帽子彻底摘下，你是永远回不到总裁办公室去的。卑职不争权力，不图虚名，却落了个红帽子待遇。马先生，我担心再在荣战待下去，真要变成共党了。我求马先生将我调离荣战。宇飞啊，不成熟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你明白吗？卑职明白了。看来因小妹一案，我已被列入黑名单了。怎么会呢？宇飞，你是总裁室的侍从，又是我的老部下，我还是信任你的啊。但是我更希望你用你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对党国的忠诚。请马先生放心。报告，第五兵团李文求见。进来。是。主任。志武，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？叶泽鸿既无部队又无战功，敢染指我部事务，背后必有靠山。只说无妨。卑职认为是总裁授意叶泽鸿所为。叶泽鸿和他的老部下常在军中活动，频繁游说于各级官佐，支持总裁的川西会战。叶泽鸿的手伸进了五兵团。一些所谓的士绅名流与其见过面的官佐均被我严加训诫。总裁糊涂啊，我成都平原无险可守，这是想要我数十万将士自杀成人呢。总裁一决川西会战，昨日曾打来电话勉励卑职坚定信心保卫川西。我想裴李两位司令长官也接过类似的电话。总裁要我成人，我便成人，但是我不能不为数十万将士着想啊。报告。进来。总裁办公室来电，总裁午休已经结束，开始办公。备车。是。我要去见总裁，今日不留你了。主任，叶信人频繁在我军中活动，对军心有影响，还望长官转告总裁稍加训练。就如你所说，总裁一决川西决战，怎会训诫叶泽鸿啊。我今日去见总裁，就是要告马成峰的御状，他这是欺人太甚。一个小小的荣战竟然扣留我两名高级司令官。一个小小的荣战怎么敢如此大胆？卑职认为在他的背后定有巨大的靠山。此话怎讲？主任，靠山动不动，马前卒总要清理一下吧。我已调集了一批精干人员，若叶泽鸿肆意妄为，我想找个机会。干净利索。是。已经全部销毁，任科长也已审讯过。共党是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证据的。我。好了，不要自责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有责任。胡宗南叶泽鸿在总裁那儿告了你一状，要把你送上刑场。
是我在总裁那儿把你担保了下来。谢谢马先生，能遇到你是我的荣幸。你对党国的忠诚总裁是知道的，但是如果再出这样的纰漏，那就即将是人头落地之事。卑职明白，誓死要破获共党地下组织。好，那我就等着听你的好消息。是。幸亏吕兄帮忙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都是自家兄弟，别客气。应该的。叶兄，令妹被何林看得死死的，吕兄有办法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小妹是家父的掌上明珠，如果能救出小妹，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。如果小妹能挺过审讯这一关，转到将军衙门监狱，或许我可以帮忙。哦，那这件事就拜托吕兄了，我敬你。啊，继红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！嘿，龟爷儿子，走路都要栽跟头的，你还能干啥子？报告连长，我能伺候好连长。就你嘴甜。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。今天全连大扫除，一排打扫校务楼，二排打扫食堂，三排打扫礼堂，要坐准，齐步走。少司，你去买菜。是。哎，连长，我能不能跟他去买菜啊？你收拾我的房间去吧。是。啊，快去，给老子打扫干净点啊。哥哥，哥哥，菜齐了。老总，我们不收金元券。怎么着？你敢破坏战时货币法度？要不要跟老子回去走一趟？老总，求你了，我们这是小本生意，真的不能收。那你的意思是不要了？不要拉倒，走了。哎，老总，老总，老总，干什么？给我放手！付钱。哼，我今天心情好，就当行善了。哼，等等，你这些废纸我擦屁股都先搁着。给大洋，你小子，你敢打我？老子跟你拼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跟你拼了！我。怎么了这是？啊，谁干的？被卖菜的打了。你说你这，连长，连长，出大事了！连长，你看看，你看他被打的。哪个把你打成这样子？卖菜的，现在是金圆券，连废纸都比不上，还让我天天买菜，能不挨打吗？这是破坏战时法度，龟儿子还敢打人？人在哪儿？老子找他算账去。走，算账去。走。连长跑了。你看你这个皮样子，连卖菜的都打不过。扶他去休息，快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，不要哭，去吧。哪个去买菜啊？哪个去买菜？
现在金元钱都比不上废纸，百姓不收，说是买菜，其实就是抢。上峰只发金元券，老子有求你办法呀、啊！要不，还是拿金元钱去买菜；要不，天天吃盐水泡饭。拿个钱买啊！你欠我的纸，你欠。哎，来来，你不欠你弄菜干啥子？就你欠。顺便把那个菜筐也换了。连长，要是买不回来菜，老子赏你50枪通条。干活去。好好。不想开饭了是吧？亏，买菜的时候还好。二哥，你叽歪个啥你？我让你不要去，不要去就对了，听我的就对了。老四，我看怎么了？嫂子不肯去乡下，大哥担心出事儿。叫那位兄弟等我们动手后把嫂子送走。大海，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菜买到没有？买回来了。啊，师务长啊，还要休息几天，这几天就你代劳吧。啊，连长，龟儿子，不要不识抬举，让这垮起来干啥子？去把车放好。哦。说不说？我说过我不是公道。哦，嘴还挺硬。贾专，还是不开口？什么都没说。站长，能用的刑我都用了，我觉得已经到极限了。如果弄死了，我担心前功尽弃。